老大，小龙女，我跟狐狸嬷嬷不认识，旁观者清。我有一个推测，不知道，对你们有没有帮助？说来听听看。首先，胡小玉跟狐狸嬷嬷一样，都是妖族的人。暗黑使者和你相比，他肯定更相信暗黑使者的话。其次，如果段无卓就是旭有清，那么基本上可以肯定，是胡小玉利用了记忆宝盆控制了他。记忆宝盆之前在哪儿呢？是在暗黑使者的手里啊。所以你们说，胡小玉之所以会这么做，会不会是受到了暗黑使者的蛊惑，所以才会误会是你们害死了狐狸嬷嬷？我明白了，我转过弯来了，啊，有这种可能性啊！天哪，风笑哥你可以啊，现在瞎猜的，瞎猜的，可以啊！这怎么行啊？我得跟他好好解释解释。哎呀，你先回。大娘说的没错，你果然有问题。哪吒，杀了我吧，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。哎，奇了怪了，你干嘛老说我要杀了你啊？老大，你看，这是记忆宝盆，把记忆宝盆还给我。记忆宝盆。七星宝剑啊，七星宝剑！你斩得断最坚硬的盔甲，却斩不断这恼人的情思。真是好人有好报啊！哎，这记忆宝盆阴差阳错的又回到我们手里了。老大，龟仙人这回有救了。这记忆宝盆不是应该在暗黑使者手里吗？怎么会跑到你这儿来？他不帮我杀了你，我自己去偷的。所以这么说，你相公果然就是捉妖道士段无卓？没错，就是我用记忆宝盆给他调换了记忆，是我一直在利用他。那这么说来，他果然就是乾坤圈了。什么乾坤圈？我不知道。你快把他给叫过来就知道了。段无卓，他生气走了。要不是他走了，我怎么可能会落入你们三个凶手手里？我凶手？你别装蒜了，明明就是你们几个杀了我干娘。这，你说什么呢？狐狸嬷嬷是被魔宫的人给利用了才会误入歧途，我们与她情同母子，怎么会忍心杀害她呢？我凭什么相信你们？算了，我现在也落入你们手里了，段无卓也走了，你们杀了我好了。我死了就可以去见干娘了，这世上没有一个好人。哎，你凭什么就断定说是我们杀了你干娘？明明就是你们，姑姑娃，还有娃嘟嘟，还有暗黑使者都可以作证。那他们要是骗你呢？想过吗？你好好想想。胡小玉，对于狐狸嬷嬷的死，我们也很难过。如果你实在不相信我们的话，记忆宝盆就在这儿，我们把记忆抽出来给你看。没错，但如果证明我们是清白的，
你就要把断无桌找回来，交给我们。不行，乐大，这样太危险了。没事，解开吧。你们真的愿意让我抽出你们的记忆？男子汉大丈夫，说到做到。你来吧。好。需要我们怎么做？你们把手伸出来。是暗黑使者杀了我干娘，是我误会了哪吒和小龙女了。吴老大早就跟你说过，是你自己死活不相信。我错了，我错了，我错了。行了行了，先别说这些了，赶快把他们记忆恢复了，咱们一块儿去找暗黑使者报仇。快！想找我报仇，看你们有没有这个命。记忆宝盆夺回来了，哪吒和小龙女呢？还在里面。哼，我说你们两个怎么一转眼就不见了？原来是把记忆宝盆给弄丢了。谁让你来的？大帝派我来和你们一同前往陷空岛捉拿龟仙人，我自然要和你们一同前来。倒是你们两个人，既然胆敢背叛妖族大帝，火龙使者此言差矣，记忆宝盆现在不是完好无损的在我们手上吗？大帝定不会追究记忆宝盆是否曾经短暂的失踪过。眼下最重要的是将哪吒和小龙女同时拿下，届时将功补过，说不定大帝还会大肆褒奖我们。你们两个想的倒是挺美啊。好好好，那我今天就来看看你们两个是怎么将功补过，又是怎么大受褒奖的。老大，不好了，记忆宝盆被暗黑使者抢走了。你是谁啊？为什么叫我老大？你看着比我老，个头还比我大，应该你是老大才对啊。你说的对，他又老又大，他是老大，你就是老大了，对不对？你就是少侠。糟了，他不跟龟仙人一样被抽走了记忆，这个人就傻了。不行，我去把记忆宝盆找回来。我跟你去。啊，老大，去干嘛？你要去哪儿？少侠和你一起去。我也要去。哎呦，老大，你别再玩了，外面很危险，你们躲在这里别动。哦，对，我不听，我不听。我是少侠，你必须带我一起去。我也要去。好，好，好，我少侠，我带你们去，但是要答应我一个条件，就是不能乱跑，躲在我身后。哦耶！走吧。走。暗黑使者，是不是你杀了我干娘？事到如今你才看清楚，是我杀了那只老狐狸，可是他呢？背叛大帝，死有余辜。你偷走了记忆宝盆，也在劫难逃。你，哎呀，这么多人，快人，他们都是谁啊？这不是哪吒吗？哪吒，哪吒，你说谁是哪吒？谁是哪吒？他说谁是哪吒？那个紫眼皮指着你说是哪吒，那你就是哪吒呗。我再不是哪吒呢？那我也不是。那谁是？
你是？我是风笑哥。喂，谁叫紫眼皮？我叫哇嘟嘟。哇嘟嘟，哇嘟嘟，这个名字好听。哎，那我的名字呢？我叫咕咕蛙。哇哇，哇，这个名字也好听。我们一起玩呗。哎，那他们叫什么名字？他们呀，一个叫做暗黑。暗黑。暗黑，这个名字真难听！哼，你们有别的名字吗？真是的，还不如叫黑啾啾呢。我也不喜欢暗黑。范成，哇，他要杀我！不理你们！隔着小龙女，他们到底怎么了？想必是被记忆宝盆抽取了记忆。快走，快回去！他跑了！滚！胡小玉，咕咕蛙，蛙嘟嘟，你们早就知道我干娘是暗黑使者杀的，对吗？你怎么知道？哎呀，你怎么说实话呀你？好啊，你们果然没把我当朋友。既然这样，我就跟你们拼了！奇怪，怎么会有这么多妖气？一定是小狐狸出事了。那狐狸平日里作恶多端，这都是他咎由自取，与我何干？欺少，还说要一统三界，一点魄力都没有，有种的和我单挑。行啊，那我就让暗黑使者跟你打。火龙使者，我们去捉拿哪吒和小龙女。哎，等等等，好歹我也是玉树临风、长啸当歌、天下跑得最快的风啸哥。想个办法呀！你们三个看起来也挺弱的，啊，我就勉为其难，一打三吧。且慢，不是一打三，是一打二。区区一个法宝，还不需要你出手？哼！我们上！别！别着急呀！你又想怎么样？我得拖延时间，想个办法把记忆宝盆给抢过来。我是想说，我不打女人。这你就不用跟我客气了吧？那怎么能行呢？啊，我好歹也是堂堂陈塘关总兵儿子，哪吒最重要的法宝啊！就算我不跟你客气，哎，我老大也得要求我跟你客气。正所谓，以和为贵嘛。这你倒是提醒我了，既然是你老大的要求，那我便去和他商量商量。你怎么那么喜欢打架啊？哎，打架有那么好玩吗？你看看你啊，长得也挺漂亮的，是不是？万一打花了脸怎么办？万一嫁不出去了怎么办？啊？哎，要不这样，你呢，就假意的被我打败，我呢，就假意的把你放走，然后你就不好意思，就以身相许，哎，这不挺好的吗？你这小子油嘴滑舌，看我先封了你的嘴！哎，别动！封嘴可以，但是不是用手，得用嘴。无耻下流！别跟他胡言乱语，拿下哪吒、小龙女再说。站住！想要进去，得先过我这关。
就你这样一无是处，还想挡住我和暗黑使者吗？快，就是我最强的防御。风炽火令，如影随形。你果然跑得很快，不过消耗得更快。你还真踢呀！我跟你拼了！相公，你怎么不理我了？我。降妖除魔，此乃我本分，何必想那么多？是捉妖道士，不是你的相公。哪里有妖魔肆虐，哪里就有我。其他妖孽呢？在我们家那边。不行了，他们还有一个人没出手，我得赶紧夺回记忆宝盆，让我老大和小龙女出来帮忙啊！哎，救命啊！我来帮你。哎，乌鸦大娘，你在这等好，快把记忆宝盆抢回来！你个老乌鸦，竟敢背叛我们妖族！暗黑使者，哼，你到我的地盘来撒野，小心不要丢了东西哦。果然丢东西了吧？怎么可能？年纪大了，记性就是不好。早就跟你说过，我是玉树临风，长啸当歌，天下跑得最快的风啸哥。快去帮我老大和小龙女恢复记忆，这里有我，我们顶着。好，快去！哎，小龙女，哪吒，小龙女，哪吒！小雨姐姐，你们在这儿。小雨姐姐，你怎么回来了？你是不是还怕被打呀？我才不是怕被打呢，我是怕你们无聊，来陪你们玩。玩什么？玩什么？玩这个。
好吃的。这个三个人怎么玩啊？这是什么？好漂亮啊！是吃的吗？可以吃吗？好吃吗？我要吃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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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要吃。我先说的，我要吃，我先说的。我要吃。是这样的啊，我这个呢，可以给你们变出好多好多好吃的东西。嗯，你们先把手伸出来。我要，那我要多一点。嗯，把手翻过来。哎，乖，你们把眼睛闭上。现在恢复记忆了吧？嗯，太好了，跟我一起出去帮忙吧。好呀。是我的错，我弄错了，重来重来。笨狐狸，刚刚看你们打了那么久，也不光如此吧。胡使者，你迟迟不肯出手，会去我禀报大帝，治你的罪。对，治你的罪。别吵了，记忆宝贝没得回，谁也别想向大帝交差。流汗了，哎呦！这回应该会回来了吧，小姑娘。这里是哪里呀？外面的情况看来不太妙啊。你们又是谁啊？我是龟仙人，严格来说我是龟仙人的记忆。退下吧。胡小玉，快点小玉，把他们乖乖都交给我。你不要过来，你不要过来。太好了，果然断无主就是乾坤圈，他一定是户主心切，所以恢复记忆了。妖族的混蛋们，受死吧。
你们还是乖乖束手就擒，跟我回魔宫吧。虞姬，你不要欺人太甚，我们妖族可是没有耐心的。行啊，都快赶上干娘了，要不要再试一招？不是干娘耍赖，干娘只是想要告诉你，一个人无论有多强，只要他内心有所求，那么他就有弱点，有弱点的话就能够被打败。你不就是想要记忆宝盆吗？想要就去阴间拿吧。给我捣乱，如今还想让我怎么跟你好好说？哎呀，你可以跟我说一下你父母的身体情况吧？啊，你的兄弟姐妹过得怎么样啊？我看你还是先跟我回魔宫再说吧，到时候看大帝怎么跟你说。
太过于尽忠职守，我不能留你，要不送你们一程。小玉，我猜你会喜欢这里。请你安息吧。我收藏的所有金银珠宝都漂亮。乌鸦大娘，我有一个请求，希望你能收留小玉。我？这个给我，那你用什么呀？这才是我真正的母亲。小玉，作为徐有清，我应该一直在这里陪着你，但是我现在已经恢复了所有的记忆。作为段无卓，我应该肩负起乾坤圈的使命，和老大一起上路。你好好修炼吧。老大。是兔子，你跑那么快干什么呀？我是兔子，当然要跑得快一点。你是不是傻呀？你没看过龟兔赛跑，最后是乌龟赢了吗？你给我定住！开始，快点跑，快点跑，快啊！跑跑跑！哇！
好，我赢了！喂，怎么搞成这样啊？成何鬼统啊？都在干嘛？啊？桂仙人，你恢复记忆了？恢复什么记忆？对呀，我的记忆宝盆被偷了。哎，怎么我的记忆又回来了？哎，小龙女跟哪吒回来了吗？这属下也不知道，他记忆自己回来的。自己回来？肯定是记忆宝盆被破坏了。他们不知道，记忆是不会消灭的，只会封存。哎，怎么会这样？拆掉，拆掉！引水令牌的线索，恐怕是难以获得了。金水令牌的咒语，可有头绪了？禀大帝，蛇姬公主正在想尽一切办法从水精灵口中套得咒语。废物！用了这么长时间，连一句简单的咒语都问不出来，不管用什么办法。都要把金水令牌的咒语问出来。是，大帝，那龟仙人呢？龟仙人你们对付不了，本王现在已经恢复了七成功力，若再精进一层，或许还能亲自把他抓回来。大帝，属下倒有个主意，可以令大帝的法力再进一层。大帝，属下听闻，凡是血统高贵的人，体内有大量的天武之气，将他们抓来，以提升法力。天武之气，属下愿为大帝找来合适人选，提升修为。多谢大帝。退下。是。虞姬大人，火龙使者和风啸哥中了我的石护，已经是半死不活。即便火龙再回到大帝身边，也是个废人。更何况他们还中了你的毒。即便是大罗神仙。没有我的解药，也是不行。哦，你的意思是说，即便他们侥幸不死，把他们抓回来了，用你的解药相威胁，替我们保守秘密。对了，方才你向大帝说献祭之事，以供大帝吸取天武之气。这个你放心。这件事情就交给我了。现在我去找我老大，你在这待着吧。你站住！就算你只是哪吒的小喽啰，我照样要带你回魔宫，让大帝治你的罪。我是小喽啰？哎呀，你伤成这样，你来打我呀！你来打我呀！啊！哎，来打我呀！打我呀！来打我呀！打我呀！哎。这什么地方？
面八方我都找了，就是没有风小哥的踪影。如果火龙使者和他离开了这个地方，那我们就再也找不到他们了。水里我都找了，真没有。实在不行，咱们就先去找龟仙人吧。可是记忆宝盆都摔了，无论如何都要给人家一个交代嘛。嗯，行，听你的。老大，你说记忆这个东西会凭空消失吗？只要是用心经历过的，就永远也忘不掉。天哪，还讲大道理呢！哎呦我的天哪，真恶心！怎么了？不能让我深沉一下？就你会这道理是吧？心的烈火，悄悄地倾。